这是一个可以两个人泛舟的玩游戏。这个桨啊，可以往前加速，知道吗？吃鱼比高分 ，Ready Go！可以看到下面有线，姐姐的是紫色的线，妹妹是绿色的线。其实妹妹那看起来不知道是猴子还是栗子，姐姐那应该是兔子。姐姐，那是兔子。他们竟然叫姐姐让开，跳。目前姐姐26分，妹妹17分。姐姐被击落了。我们竟然还发出叫声呢！哦，那螃蟹会咬人。这次来了八爪章鱼游乐园，这游戏好好玩哦，看得我都想玩。过喽！哇，分数好接近哦，姐姐47分，妹妹45分，这次是姐姐获胜。妹妹在检查她的螺旋桨是不是有问题。哦，又出来了，又出来了。好，好玩吗？